我警告 你们两位，一定要服从裁判的命令啊！不能像上一回合那样。大哥，你很想啊，小弟，我会保护你，全心尽力。哎，这去跟医生说。好啊，走。马上就好了，这一定的。八九，好，我上来再给你打过。来呀，开始。来呀，你过来呀。来呀，有种你就过来，你过来我打得你趴下。我马上就过来打你。哎呀，我又打公斤了，走不动了。我要是走得动，打死你这个王八蛋。哎呀，我的左脚也抽筋，走不动。要不然的话，我打得你变成肉酱。你爸爸过来啊，你试试看呢、啊、来呀、啊、小弟没关系，我来帮你。不去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你过来呀、啊、过来又怎么样，你敢再向前半步我就打扁你。你我不敢呢、你想再烫头吗？我得拖着时间免得被电到。你的头已经够丑了，就像老夫子漫画里的流氓。你在哪儿剪的？尼尔森是吧？尼尔森，中环兰桂坊的尼尔森呢？啊，对，是他。一看就知道剪得像粉肠。你以为你的头发好看呢？谁剪的？监督 Roger 啊。Roger? 你不认识吧？哦，我当然认识了啊！我又不是没有钱，当然是找最好的了。看我这个发根剪的多有层次，我你少来了，头发都把眼睛遮住了，你不觉得辛苦啊？快干酒啊！是啊，你对了。刚才都太高兴，都忘了扁你。算你走运，下个回合我一定要打倒你。是你倒。